大家好，我是阿康外汇社区的刘老师。好，那么做外汇交易哈，我们经常呢会用到一些 MT4 的插件哈。那么今天哈，给大家分享几个可以说让人相见恨晚的 MT4 指标插件哈。那么第一个哈，就是这个多货币哈，多周期的切换指标哈，可以一键啊切换交易品种啊 ，so easy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哈，那么就是这个价格及升降的显示指标。那么哈，不用分析，一眼就能够看出当前货币品种的一个强弱之间的关系。那么第三个就是双线四色的背离 MACD 啊。那么双色的话会显得更加清晰哈，一秒就能够识别出行情的这个背离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些指标插件呢？关注我们阿萨盛序的公众号，然后回复 MT4 插件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啊，更多的外汇交易技巧和干货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